今天来为大家带来一个16步的对跳啊，有在两面对面。好，但是两个人的脚，这个对跳两个人的脚步是一模一样的啊。一、二、三，数排个十字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二的时候跨左，二第二个八拍跨左脚，二、三、四，走过来，五、六、七。八，好，我们背面给大家跳一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大家学的时候呢，直接先跟着我的背面学会，然后两个人面对面站，但是还按照你刚才的那个所有的动作按照和刚才的一样就行了，就跳出我们对跳的那个效果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跟下音乐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就关注我们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